交散线，跟我们去打团，行不行？这寒冰行啊。我既然有了温暖，就走。全军出击。交散线赶路。我们都不用回家，不行，这得回去，你找我来了，快跑！在这里回家，我操，他看见我了吗？啊！还有你一直在这亮牌，我都搞不懂啥意思。哎，他看见我了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他怎么看见我的？给我扎死了！喜欢亮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曾拿着这把剑，免死金钱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不知道这 W 的好没好使，菜样吧，亮牌儿。你再他妈过来赶赶我一下子。还人给我杀他，这你都杀不了，我都帮你把闪给打出来了，你都杀不了。完美是可以达到的。360。哎呀，这开眼。将会，你一个兵你也别吃啊。恶魔们隐藏在人当中，你要狠你就一个兵也别吃。
ally has been slain. 就像你眼中的鹰眼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能让你吃上兵儿呢，我也亮牌儿。人没了，直接人不见了。四级25个兵，但兵还挺多的，我说实话。艾克不知道有没有大呀。我感觉他应该有吧，他是没学呀，还是哎呀，怎么能让他晕到了呢？可恶！血确实是有点少啊。有，确实是有点勉强了。我跟妖精各送一次啊，那这么个玩意儿，四级去中六级能杀一个人，杀了个八级的，我操了。别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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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他来。挺难玩啊。那天使去中路本来是1-3，四级去的中路，哎呀，去了一波中路八级了，不好赢。
been destroyed.再推一波，这岩雀来干嘛来了？换路了，你换路我很难搞啊。换路得给我一个人，寒冰他是一点伤害也没有啊。这波比我大，我们也不好杀，也杀不了他。跟我来，这700块钱得要啊！妖姬，来。没有人儿啊，这他给我下当了，我操！上路我们不能推了啊，这波对面全部去中，我们往中走，估计可能能收几个人头。在后边等着。全得死，一个你也别跑。啊，一个你也别跑。推，走，你上干嘛？我可走，我可救不了你。守塔，我得回家了。这波没有日女，我们上不去。卖队友，你是我哥呀。人家家五个人出来了，晚上我还得跑去跟他一块儿送去呗，这就叫不卖队友了呗。你是真是我哥，我
上去送！你刚才不挺能送的吗？快送！我他妈一刀！哎呀，我操！这么多人追我！哎，为什么刚才杀人没有那啥呀？没有隐身呢？我 A 出来了吗？挺奇怪呀、你跟凯隐赛跑？不会吧，你想跟凯隐赛跑吧？你天哪，天使挺膈应人，这英雄我们 Q 上去啪一个无敌，我都没想到他能给自己无敌，你知道吗？我寻思他怎么的，他不给那岩雀无敌啊？不要了，给他们把下路塔推了，然后我们去中打，等我。快！守中！守二塔呀！一块米！我给你一刀！我再给你一刀！我再给你一刀，给我全死！给我下高地！哇，区区还可以啊！妖精假的死了，行，快跑！快撤！还追呗？那也没办法，如果这日女非得死，咱也没招。哇，这都能给你跑了。这钻他身体，这边还能过墙，哎呀，没打死我太太，哎，打死还行啊。那泰坦怎么有大呢？他们打不打大龙吧，看他们。他们要打大龙，我们这边就有点亏了。要是他们不打大龙还行。打泰坦干嘛？那泰坦搁我旁边，我也不是不能杀他。
那不给他杀了吗？也不是说没给他杀了，杀是杀了，就是我们死了。继续打吧，没事儿。那天使下边应该没有大，上去随便杀一个。哎，怎么的？这还要来一波呗？还交闪了。这波打艾克，看能不能打他个大出来。26秒有大，我也没大呀。有没有红？哎，给你一刀，我都不用跟你多逼逼，我再给你两刀，队友呢？我跟他们勾留一下，那妖精不早点交技能，你知道吧？那妖精早点帮我把那天使大打出来，我能给他们全砍死。他等我先死，然后他再上，那是不行的。他只能上去卖自己，然后我们收割。我们家人如果全怕死，那就没个打。他不能怕死。出水银，那对面压根就没有能水银姐控制的东西，有什么用呢？出水银有啥用呢？我怕的是天使的无敌。回家无尽。中团快！就杀了泰坦，你们不行就指泰坦，你不能老让他跟我。别怕死，就上，就对，就直接就上，死一个。他们要顾及我，那他们就别打你，对吧？那他们就别打我队友。他们要不顾及我，我就把他们全杀了。我看他们怎么玩。
这就别害怕，这老害怕，你说这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下路下路可以拆。那泰坦要喜欢盯我，就让他盯，无所谓，我一个抠就把他大人躲了，找一个上就完事。小龙，高地不上了。我发现这木印剑圣还是先开 E 吧，后开 E 容易给自己就是隐形给断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买一赠一啊！大龙，买一赠一。碰我，来继续碰我，把大龙一拿，队友得不傻，都没什么问题。最后一件出青云，1450，差了900块。复活甲，出什么复活甲？我一刀全给他们砍死。复活甲，我让那艾克连大都开不出来，我一刀就给他砍了。可以，快来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我他妈给你一刀！我让你天使不放大招，我让你知道我的伤害。这干什么呢？我给你一刀，我让你控我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能让你活下来吗？